解真相首映禮，悬疑小路电影《超异神探》由爱奇艺出品，爱奇艺本地制作有限公司、Screen Media 频道机构有限公司以及 CMN 联合发行，由影帝张家辉领衔主演，谭耀文、周丽淇主演，唐文龙特别演出，并且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四月25日咧正式上映噶啦，都希望咧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入戏院去支持我哋嘅。系啦，咁今日咧其实有份出现我哋电影嘅三位演员啦，包括咗张家辉、Nicky 同埋 Michael 咧都会嚟到我哋现场咧出席首映礼嘅。不如呢个时候都借大家嘅热烈掌声欢迎佢哋出场好唔好啊？系啦，我哋出面嘅朋友仔，不如都俾少掌声啊，好唔好啊？系啦，呢个时候我哋就有请三位出场，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咦，睇嚟大家嘅掌声系咪唔够喎？系咪啊？我哋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啊？系啦，三位咧，而家咧，将会为我哋咧介绍一下我哋4月25日上映嘅《超异神探》嘅。嗱，我自己已经抢先睇咗咧。非常之特別，非常之正嘅，係啦，喂，睇嚟啊，大家而家都非常之期待啦。呢個時候咧係考緊大家嘅記憶力嘅，係啦，因為我哋今次嘅電影咧係同呢個超憶症有關，大家知唔知咩係超憶症呢？即係可以記到超級多嘢嘅，所以陣間咧都會有一啲嘅小遊戲同大家玩下啦。最主要咧就係同三位演員玩下，考考佢哋嘅記憶力係如何嘅。哇，非常之期待！見到我哋嘅神探已經超級高人氣啦，喺嗰個位置嗰度啊。咁不如呢個時候我哋都有請三位出場，同我哋嘅媒體朋友同埋觀眾朋友見面啦，好唔好啊？我哋有請我哋嘅工作人員啊，帶領我哋三位嘅演員嚟到中間嘅位置，係啦。係啦，我哋有請張家輝、Nicky 同埋 Michael， 有請三位 ，Hello， 係啦，三位可以嚟到中間嘅位置啦 ，Hello， 係啦，仲有我哋嘅 Michael 啊，教授去咗邊度呢？我哋睇下先。不如我哋都有請兩位先同我哋嘅媒體朋友介紹一下。佢想影張相先。好啊，不如我哋就有請兩位同俾我哋媒體朋友影張相啦。我幫你跟住個麥先啦，因為係啦。好，咁我哋不如望一望我哋中間嘅傳媒朋友先。經我哋。好，我哋可以望一望下。首先係中。可以向左啲少少望住我哋左手邊嘅傳媒朋友，係啦，我哋會照顧大家需要，左邊先嘅，繼續係左邊先嘅，跟住慢慢轉到中間嘅位置，果然係形象百變啦，同電影入邊一樣。仲有我哋右手邊嘅媒體朋友。是啦，好高少少嘅。好，我坐呢度啦。啱啱佢哋喺嗰個電影入面咧，都係非常之緊密咁樣去合作嘅。係啦，咁我哋都可以望一望翻中間嘅媒體朋友，補一補嘅。請問媒體朋友，你需唔需要單人嘅相呢？要。好啊，冇問題。咁我哋而家就有請 Nicky 先啦。好，我哋都係望一望翻中間嘅位置先。我呢度，我游到左手边，嗱，直接翻翻嚟嘅，诶，左边，好，之后慢慢去到中间嘅位置，当然仲有右手边嘅媒体朋友，仲有冇媒体朋友需要补影呢？左边我先，中间先，好，中间先嘅，跟住之后我哋再去翻左手边嘅媒体朋友都补翻张相。好，咁多係咪都 OK 呢？咁，仲有一張要補多次嘅，係嗰邊啊，右手邊嘅媒體朋友。好 ，thank you。跟住之後就到家輝啦，家輝哥，請去到中間嘅位置。我哋都係望一望中間嘅媒體朋友。之後就到左手邊，慢慢掃射過去啊。跟住都仲有右手邊嘅媒體朋友，
係就左，誒，我哋由左邊再望多一輪啊！放心，放心，會照顧大家的。好，之後慢慢去中間，中間嘅位置，然後去翻右邊嘅位置。係啦，左。左邊，左邊嘅媒體朋友都仲需要嘅。咦，有條片我睇嚟要喐喐嘅。仲有中間，好。左邊啊，有條片片嘅，片嚟嘅，片嚟嘅。非常之可愛嘅一面啊，我哋見到。好，好，跟住之後，不如我哋都三位演員一齊嚟影翻張大合照，好唔好啊？我哋都請埋 Nicky 同埋 Michael。係啦，三位可以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嘅，去到中間嘅位置，俾我哋媒體朋友。係啦，可以去翻中間少少 ，thank you。好，我哋都係望翻中間嘅媒體朋友。跟住我哋去左手邊嘅媒體朋友，誒，轉過少少嘅。好，嚟一二。第一張啊，好，三啊，呢邊呢邊，跟住慢慢啊去。好，三啊，呢邊望一張啊，呢邊。放心，會翻嚟嘅，我哋右手邊嘅朋友，係啦，我哋到中間再補一補先嘅。跟住仲有右手邊嘅媒體朋友。呢度呢度呢度。仲有媒體朋友需要補一補嘅咧？好 OK， 係啦，我哋之前係啦，咁我哋咧係時候就交支麥俾大家啦，因為咧我哋都對今次嘅電影咧有啲好奇嘅部分咯。首先咧就係好奇一下三位嘅角色啊，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咁我就係、是、我就係超英神探。哎、都啱嘅，就係、是、超憶症嘅神探啊，真係可以擁有超強嘅記憶力噶嘛，係咪？係啦，係啦。OK， 跟住之後我哋仲有 Nicky， 我係一個心理醫生，嗯，我靚靚心理醫生啊，我都好想嚟睇病啊，之後仲有 Michael， 咁簡單，係啦，我係一個催眠大師咯，啊，咁啊好犀利嘅。除了懂得催眠我的客人去治療他們的心靈，還會開班去教催眠，還有我要去加即是去強調一下超憶的人，即是咖啡哥的演扮演個角色，在地球上其實已經得過10-20個了，基本上超憶那個就不是只是記得所有，是記得所有每一件事的味道啊、時間啊，每一剎那都記得，其實是一種幾痛苦的一種超能力。係啊，哇！非常之果然有教授嘅風範啊！因為有一個演員喺外國咧，佢係有超憶嘅能力嘅，所以佢做咗一個戲，係做咗一個即係一個 reference 係啦，參考一下都可以知道多啲唔同嘅信息啊，更加去演活呢個角色。咖啡怪呢個戲裏面有呢個咁樣嘅元素橋段喺度，好有趣。好，咁不如我哋都了解多少少啊，因為咧其實今次咖啡哥咧個角色設定咧好複雜嘅。首先就係有超憶症啦，啱啱有講到，咁同埋咧又會喺潛意識入面咧去追查案件嘅喎，咁同埋咧仲要扮好多唔同嘅人物嘅喎，當中包括咗要扮女人啦，要扮法官啦，有非常之多唔同百變嘅造型嘅。咁為咗今次嘅拍攝咧，有冇話特別做啲咩準備咁樣咧？我諗主要都係做好事前，即係自己睇多啲劇本，因為原本我自己就唔係百變嘅。不過啊，係陳文先生就覺得我應該係咁樣百變，咁但本身嗰個嘅故事咧，即係一個有咁嘅能力嘅警探啦，背負住自己一個家庭嘅又去旅過奇案啦，同埋一個分身咁多個角色嘅角色咧，其實我諗好多演員都會即係對嗰個演員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啲鎖住。咁我諗我都係因為俾佢吸引到，咁我都希望佢有啲嘗試啊，佢有一啲啊可以令自己有自己進步嘅空間，咁就接拍咗啫。啱啱都有提到咧，其實喺入邊當中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啦，有冇話覺得邊一個人物係最考起你嘅咧？其實個個都幾
幾獨特嘅，因為當中又包括咗有啲好奸狡啦，有啲好嘲弄翻自己啦、愛力啦、苦口婆心啊都有。咁就分別喺自己，所以頭先講去做呢件事之前咧，就要多啲睇題目，即係做好曬啲唔同嘅分開啲嘢嚟。都是的，因為入面真的形象百變，大家如果入戲院看的話就會感受到的了。都想問一下 Nikki 的，因為今次就是扮演心理醫生嘛，之前有沒有做什麼特別的準備或者參照什麼人物呢？有，因為好彩我身邊有個心理醫生，所以我就問了這件事。但是這個角色的心理醫生有少少不是真的很需要很專業的感覺，是少少像是咖啡哥的一個好朋友，但是其實他是一個透過我跟他開解聊下偈，舒緩一下他。同埋當然咧，我有啲好專業的角度話佢聽，咁令到佢可以去揾啲線索出嚟，睇下可唔可以追出嗰一個。但係我睇嘅時候咧，已經覺得好舒服啊！成件事無論畫面上啦，定係角色嘅準備上啦，所以難怪啊，可以演得咁好啊！咁當然咧，仲有一場戲咧，其實喺電影入邊就係 Michael 咧。催眠了一大班的觀眾去付錢你的嘛，不知道可不可以現場和我們示範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啊催眠到啊咖啡哥和 Nikki 立即付錢你呢，有沒有方法？要做到這樣的效果，首先要付了錢大家才做但是現在他的我們現在就要測試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令到咖啡哥和 Nikki 付錢Michael 的，是啦，付錢就有沒有什麼方法呢？付錢這件事首先要他們心甘情願，他潛意識去接受的，其實沒有必要的。反而我現在是想在跟我咖啡說，我現在數到由三去到一，當每數一個 number 你就會更加放鬆。我數完之後呢，你就會全華人的觀眾呢，你都會令到他們更加開心。是，好啊，來啊，三二一。哇，我很喜歡咖啡哥，我被催眠了，直頭失禁了大家有沒有這個效果啊？你們愛不愛他們三位啊？愛，那真的應該催眠成功了喎，哇，非常之犀利的。那都見到呢，其實三位的介紹之後，是不是大家都會更加對我們今次的電影呢覺得很好奇呢？那其實今次呢我們的電影是跟超憶症有關嘛，所以都準備了一個小遊戲呢想跟三位玩一下的。我們有請工作人員上道具，是啦，咁嚟到呢一個位置嘅，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考大家記憶力嘅遊戲嘅，咁就睇下大家嘅記憶力係咪真係好似我哋超憶神探咁勁啦。咁我哋咧就會每一行咧俾三秒時間大家去記住佢後面嘅字眼啦，或者係其他嘢咁樣嘅。陣間咧就會考翻大家究竟入邊有啲咩嘢咧？大家準備好未啊？三位準備噶咯喎，咁我哋就睇第一行先噶咯喎。好，準備，一、二、三，冇啦，之後下一行啦。喂，呢度咯喎，下一行啦，準備，一、二、三，應該難唔到你哋嘅，準備咯，最後一行咯喎，一、二、三，放心，我會通水噶。好。第一條問題咧，就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出有片名《超異神探》嘅格仔喺邊咧？係啦，呢一格我哋睇下係咪先？誒，係啱嘅，哇，好犀利啊 ，Nikki！ 跟住 Michael 又記唔記得邊一格咧？呢一格 ，OK， 係啱嘅。之後仲有我哋《超異神探》喂，咁呢個同埋邊一格咧？真係呢一格。想清楚一點喎，神探記住了，會不會啊隔離一格啊，你講前面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啊，你可以試一下好不好啊？準備一，哇，好犀利啊，很難怪你而已，應該是讀心的能力啊。跟住之後呢，我們下一條問題呢，就是記不記得超異神探幾時上映呢？超異神探是幾時上映呢？4月25號，是4月25號是對的，但是個格仔在哪裡呢？這個這個對啊，我果然是心理醫生啊，完全是知道了我們的問題了，應該咦，剩下這一格會在哪裡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信不信是的？是真的？是 Nikki 好奇的。咦，入 Nikki 數過錯了的話，是不是啊？
咁我哋開股咯喎，不如工作人員幫我哋。冇錯嘅，係4月25日嘅。果然啊，三位都係超億神探啊，完全難唔到你哋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啱啱咧就影咗大合照啦。我哋都邀請埋我哋嘅代表啊，就係我哋今次嘅發行公司代表，同我哋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分別就係有本地製作有限公司伍建雄先生、Green Media 嘅黃以君女士。同埋銀都機構有限公司丁海先生，有請啊！大家可以一齊影翻張大合照嘅。咁我都可以望翻我哋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同埋我哋嘅傳媒朋友一齊影翻張大合照。都希望我哋超二神探可以票房大賣。好，左邊。係啦，左手邊嘅媒體朋友啊！是的，之後我們慢慢去到中間的媒體朋友，好多還有右手邊的媒體朋友，還有沒有媒體朋友需要補相或者補片呢？好，我們調一調整個位置，等張相片更加靚。係啦，一齊啊！破解真相，我哋要咁多位朋友就係咧，4月25日啊，我哋電影正式上映，都希望可以喺電影院度見到大家嘅。係同埋咧，如果係首次蒙圈嘅朋友仔，記得咧可以入場噶啦。好多謝曬咁多位，咁我哋今日超異神探破解真相首映禮亦都圓滿結束噶啦，多謝曬咁多位嘅參與 ，thank you。